又以穿红袍关张直奔太行而来。你再增加，直奔太行而来。啊！杀宋王，踏平金榜，是何人吃了天雷当？安排差官将那穿山之人带了上来。对，将那穿山之人带了上来。来了。穿神志火山的江油非洲站，我若不拿万神志敌兵方进命不安，太行山威风凛凛，杀气大。待我装回，我自有主张。牛皋接旨。
胡人放大灯，闯浪的宅门，忙风不上前啊，倒出桥，两旁起阵，堂主是昏王的水可倒啊，我要把他的舌根比本是鲁文亮服不动针，小不费忘除了洁白之气，听说是鲁先的奏乐，有情宋王皇可哭，提起了宋王我很难平，心让当年金兵来侵扰，封建苍蝇都伤恶火自杀的禁不住人喊马叫，眼见的晨晨就要渡黄河，有谁知朱仙镇连接金牌十二道，哟家父要回朝，莫休三子罪名无分而笑，可怜他父子百害在风波，长江水浪洗尽我心头怒恼，等今日我就要报仇雪恨，万死是朝廷
出江里。老人兄又何必耿耿一心，上得上来，左一个宋王，右一个宋王，这两个宋王，哼，不是太极。牛头，来，撤了座位，撤了座位。啊！每日里思念儿生。外先把香儿敬，先朝拜岳大哥，后朝丹儿敬。再生时他不过官级第一品，死后受了万民的灯。老人兄还有哪点呐？不随心，哼！说什么宋王他杀神，说什么为大国苦刀二三更，我们外修什么他娘的忠诚庙，他才是猫苦老粗假伤心。老言说尽他不听，有口难懂他铁打的心。陶秋内击出了皇上命，叫声牛高八指一，牛高接旨。
上下两难，无极定，无极定。想起了岳夫人，吐槽是路过岳家屯。哎，贤弟，贤弟，你方才言道你路过什么地方了啊？路过岳家屯了。哦，你路过岳家屯了。路过岳家屯了。路过岳家屯了。牛头，来，你陆叔父到了半天，你怎么不拜祖？哎，快快拜祖！哎，是是是。啊，仁兄，这太行山上还有座位吗？哎，贤弟，你要做到将，哦，做到茫茫的将来。岳家屯的得会岳夫人，贤弟，你孤枕一见我那尊嫂了啊。小弟我一见嫂嫂了。我那嫂嫂她可好啊？道皇看见哦，我嫂嫂她还好。牛童，来，你陆叔父道了半天，说了半天的话，这口都说干了，你怎么不打岔？嘿，快快打岔！是啊，仁兄，这太行山上还有茶吃啊。哎，贤弟，只要你会说话，话说得好，说得投机，哎，还有酒吃。仁兄听了。哎，岳夫人把小弟引切动了问，这样打扮不出心，闭眼道心无主又犯变了心，要起太寒搬救兵。岳夫人问此言中来滚滚，临行时修书信，命的装成我不信啊。好兄弟寄出了一封书信，老仁兄打过去呀，看过分的命。嫂嫂，嫂嫂，
你我多年不见，这些年你多多受苦，素小弟又是问候之罪。我见书如见岳父百分是多百分，嫂嫂，嫂嫂，你时一大，地时一小，你怎么问候起来了这啥小弟了？贤弟喜亢奋那名，多知我禁不住有方便那金，中年的百姓何人要水深，你大哥精忠报国准不行，金兵不他不能明，先帝前往把兵临，不会送往为黎明，老牛高看罢书，难忍，我一腔热泪心中的言语，仔细思忖，有夫人言的话，大义分那明，老牛高我值得丧人死分啊，快请你卢叔父满心捍卫，有请卢叔父来了。前进，可大计又可以斩人房，我有这三件事，谁能赢那成的朝一剑？杨在外，我可以不受金兵二一剑呢，失去了岳家门啊。请回见大哥。
皮汉将，当前自有小弟大当应承。好，兄好比桃园弟兄，大义凛凛。弟好比我龙岗渡过空难民，方才见姗姗来是那样的情景呢。你知我老牛刚是耿直的心呐、啊，亲，叫牛头大酒宴，我一的同饮，结拜之情，迎，望探究则要无打算，太平年战忠臣，情理不和，这一旁朝王不大一旁壮动金阳中，战一国我不是昂然不动，
九州。满山有万里阵，三个地推陈，买三的差人兄，把三人结拜亲，一中够我难言内情，两封寒素梅红茶一壶啊，用万代酒醉朦胧，糊里糊涂就封他一公，陈桥兵变我啊战所锦美的光儿叫喊安龙，不晚一见我龙心冲，雄风过酒美风在桃花宫，正在后宫把酒用，耳听得金殿之上乱哄哄，是啊火尘把
东鼓的唱，关了宫，是啊火城，转东鼓的金眼中，内死臣。法朝文战得平复王妃讨三春，他三三他，哎呀，听说翻了讨三春，孤王的救星。把酒分，叫一亲带路把地牢杀，
切。果然一座好战场，什么般坐看晚霞看重重人马快战场，人成对马成双，刀枪剑戟呀，一对一对对对对对似血栓，桃花马驼蹄一力剑，手中持着战战枪，明知道我家眼转，伙伴的人马反都变凉。不必家眼转，分明不带了桃花娘。听个说，弟妹领兵的将，寡人成了我喜洋洋，我知道那个则造反，三弟妹领那兵要想伙伴。不服他把我推翻，为何不办万战三？三个兵走奔台慢转，二目失睛马骨弯，他马骨别的骨不将，他不该马骨鬼子战朝我堂。公文王未曾把之将，汉龙战了我不听完，汉龙有本一清战，看将来一要孤才亮无干。既然我不把罪犯，就该免灾还苦干。三个灾还贪下了毒，那还记得那还苦干，战三顶弟妹休怪朕，怪大哥，怪之怪，怪哪一个？怪之怪，怪大哥，怪之怪，草旧的老毒看。住口！听你念来齐朝上，口口我几座胸膛，不补一提忙打伤，休要放纵，休慌忘。驼刀，好言好意对他讲，我言我意把孤山，西面关东关西川，焉能急切这一两寒？红前大楚国花石盖，斜肩提破金朝滩，倒不如开城一炮斩。哎，一清，他乃逆流之辈，怕是斩不得。我说斩的，斩不得。依我斩斩斩斩斩斩啊！小花有种儿难，好花一结三冬暖，花不透锦绣露也寒，壮过面我把花讲，叫声弟妹诉尽衷肠，三弟一死那万转，人死焉能有的欢颜，将弟妹封在了养老院。哎，一亲他年纪轻轻，怕是受不得这个风筝呢。三千岁死得神坛，我看他是演了还要演呢。我说演不得，依我演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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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将弟妹封在了寿星宫宴，到晚来一龙二凤常问你的安，既然风怒守心念，又有何无为把柄？好一个聪明的三弟妹，他问不完要把柄，叫一亲看过了上半天。
弟妹听分明，不辞你一口上犯了奸，押定文武两半城，哪宫妃子不服官，先斩后奏，见寡人徐国王犯罪也要斩。哎，一亲，我乃是马上的皇帝，怕是斩不得。斩不得的是有道明经，像你这样无道的昏君，我看是斩了还要斩喽。我说斩不得，你我斩斩斩斩斩斩啊！是孤王犯罪也要斩，高一卿他犯下罪。弟妹，怎么样？你也要找林心？命人去召刑，叫一亲扛过了炮火，打头内满腮，想当初宦途干前曾结拜，又如同年过母胎，到我如今这待在讨债人不在，弟兄弟一恩情就两下来丢开，自热孤岛我水流长江归大海，烟雾交易救助我来，哎，转面我把一清牌不明明成了我那大哥身中毒酒，死乱刀之下啊！我那二哥身中素剑，他拔剑自刎了。我那三哥被马踏如泥。
是金轮那红头顶，真烈心肝。报警，他父子在沙场血战，书王里倒是安安稳稳坐在五台山金沙滩，怎不见你潘洪国长到兵中，他又到哪里躲藏，手握胸膛想一想，谁是忠谁是奸，到底是哪个心不良，为宋朝他把个儿子死打扮，你看他杨家将惨不惨伤，令公杨家将为孤死得惨，林烟孤山没林烟，潘国长临阵脱逃真大胆，回京去把他的俸禄一年，孤在佛坛把纸讲，风铃动一子并肩的晚，杨七郎封为大副将，金马都为杨鲁郎，吴将军报孤回朝中，孤封你封你为忠孝王，好啊，那
骑黄袈裟，送我万爷。说什么金袍不能换袈裟，称霸古人走金家。昔年状元做天下，膝下无子生三花。鸟惊鸟影照驸马，唯有鸟山要出家。祸分不求把身化，自主林中得道法。说万年若问菩萨家，观音大死就是他。皇宫富贵他前抛下，求万岁臣起出家。吾王不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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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罢。宋王爷不准臣出家，又何必苦苦哀告他转年来？辞别县爷家。县君，县爷呀，臣不中了。
臣要在五台山皈依佛法，不将军，不将军要出家，王要当了家，还王你脸中一抹妖血吧，八仙剑，唐红阁在朝中多行奸诈，求贤爷今千里照看俺家，转面来叫贤弟为兄言话。为兄言的话你细听根呀，看若是母亲老娘来问的话，你就言为兄起出家，看若是你妈是嫂嫂来问的话，你就言为兄早则杀，他要嫁有他家，家山家里人随他。微臣尽忠实家话，兄出家岂不被他人向上。你狠心让马氏嫂嫂守护我，铁伯父还有那年迈的妈妈，大胆陆地说话到万八，气的出言闹沙杂，曾经的天晴苗女把雷打，八神盼宝笑颜家，盼养儿家皆愁打，累累顶级还俺家，恨不得激情把你打。二姑小了啊，求爹爹转儿起出家，爹爹呀，孩儿出家戒心一点，还完爹爹转了吧。好，转了吧。哦，转了吧。这哭声动天地，凄凄惨惨，老爷您哪根觉得万箭穿肠呐？
好来一计在火坛，推崇国际天下乱，我祖父为边上火一通通送完。陈桥兵变天地换，宋太祖他换袍加身战朝战，只说是从此把国威也转，又随之他豪气不纠缠，活动得龙他兴兵作乱，宋太祖一家亲真出朝看，一线行呼延风本是个忠良将，元帅错过欧阳范，很见责一百龙相扶给我传，里应外合偷应反，半夜三更人闹嚷，他言道扶风翻朝坛，宋万年呐、啊闻此言，怒气朝上，勾践的欧阳范他拔剑斩忠良，呼风之子呼延赞，闻此言他带兵到边关，三边打死了这剑啊，像变个卧龙。我马鞍太平年，才得班师传，得下个北大刀龙传，赵二环进攻七八丁看，朱印摇红孟姜山，火候马到了金殿山，赵德言他碰死在金銮，非是为佛把钱思想，不非是把丹田之子做地方，潘洪泽官家还乡言，他为帅我严家福儿把仙丹，爹娘啊啊啊啊啊！出门时对付严家严寒论。我要一身老带呀完，出门时交与你把眼将，归来时要还我人死算，金沙滩一场战，我严家死的死来还的完，而大哥提出把命散，二过端天与你玩个三过马踏入你家，你四过八丁归回还，到如今只剩下欧兰二路兰二七兰，连着为父人两双完，回家去的木来万将，你叫父拿回言大度二丁年，你不要胡家当火山，为父有个好主战，倒不如辞别送还山，回转家去我弄转，再不得做一个扶牵牛，而看怕你身背所以扶带走你，而要而回转家去我弄转，我们不挖宝送完爹爹，我
是空降宋万爷呐，他暂转我们谢家归县，金沙滩前二眼战，求爹爹杀了二五郎。咋了？你执意出家啊？我来问你，你可舍得众家弟妹？儿舍了。这，那我再问你，你可舍得生儿养儿的太监老阿娘？母亲吗？怎么样？儿也舍了。这，那老大，我再问你，你可舍得威风我王哦？爹爹，儿也舍了。生来心儿强，你苦苦逼父为哪转，转面来吃别送还山，送我一家庄回县大唐。杨伯兰说话胆太大，三番两次看顾家，三番宝剑是赴汤国，追赶看之就战他罢。战至清风透波响，慢啊，令公五郎接见，就让他出家去吧。你这个不孝的奴才，你我滚了。多谢了，亲自起床。待我转至坛台，
亲四爷。家奴儿参参服了。是。
相位。在。下堂去吧。是。乱世急隆中，首先帝三顾之恩，仁后主托孤之重，所中露出其山，逃则不过，看看将心坠落，仰首江中，万万山差，加我仰首一击，上报先帝三顾之恩，下面万兵。一切之苦，生命在上，见我自心了也。诸葛亮不敢留天子心。为的是有主金乾坤，白兰斗或白斗，加我的阳寿。不管战生死，留下人情。不斗口泪，我深深担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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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见四爷，参见四爷，参见四爷。哎呀！
咱家来大叔有一定为文臣他是我的本命的，我将宝剑丢在尘埃底，此夜为何发雷霆？我今白登镇七天，看看今日大功前，他将我的本领心得来探案，我的性命就在顷刻间。可恼，听你来且去恨，为言则自其反心，手执宝剑要你命。淡定吧哟，请稍停。魏爷，在。你只要慌慌张张跑上堂台，莫非司马府儿前来要账？正是司马府儿前来要账，我来亲领出账。好，是由大人一纸命令带领本部人马迎敌司马一阵。是。慢着，从今下后，我有三人的将领，你休来见我。知道了。望孔明老儿面带土色，想不久一人时，老儿死后我便要。你要怎样？我要点兵大战司马。将位在，快快搀我下堂。是。李大人请上来了。耳听沉香创意力，急忙进茶问病情，
长见丞相。李大人免礼。谢丞相。丞相病体如何？越发的沉重了，想必不久于人世。唯有一表一道，烦劳李大人带回苏川面奏后主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啊？丞相差遣，言其不辞。蒋尉在，看表过来。是。圣上啊，有主，连微臣主公尽瘁，死而后已了。下拜，拜把有主赐酒路，我羞愧难对，留下了足。快快奔成都，不必丞相上岸等，乾坤，我命你要活七十四啊，烧藤架折起我失恋的生存，借东风又断我的阳寿，到而今五十四岁命归一，我将这西门遁甲传你，花中叶一丹尘，我死后要以我三件事，第一件
后休得要鸡鸭寡笑。二姨见了必须要慢慢的退避，三姨见我死后老问的也，老魏延他比方，我自有妙计杀此人，张伯愿意我还你的。快穿洋芋麻袋，一碗皮是臣下有令，洋芋麻袋万品将军敬上来了。听丞相说闯将里来了杨义马岱几万平，丞相为将军两相长得笑，谢丞相。丞相病体如何？血发的沉重，病入膏肓，我有几句不敬之言，众位将军你们听了。杨仪，我死后金丝牌印你掌管，你时时小心要周全，在此里一封书贺见，别按时敲机关，马岱来，我今赐你一小姐，我死之后你满车光，是但我是魏延造了反，必须要此病这般，是官平在，我赐你锦囊书一件，里面设有巧良方，董将军搀扶我发现的白剑，叩首对白西窗，殿未成不能从心下，殿未成不能保剑杀，好把头却怎么我的心血上翻？
多年前暂定了盼同四月、在荆州同爸爸子算，我二人各有不周全，我算他落风破前待见四，他算我难逃五脏眼。不住心中邪，只往上爬。臣妾，臣妾，不缠到王思秀，兵赴九泉。臣妾，臣妾，臣妾，走！臣妾怎么样了？臣妾起事了。行行万了大事，快将臣妾唤醒。丞相醒了，丞相醒了，啊，李大人，你为何弃而复发？有主问道，京中大事何人料理？家为杨仪。朝中大事何人料理？蒋公彦。蒋公彦之后呢？冯文伟。冯文伟之后呢？冯文伟之后呢？臣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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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妾。好事，我速速去完成都，报以后主得知。